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83期的节目。我们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款世代精选系列的超级密卡灯，它是来自于一部被腰斩的变形金刚 ZONE 里头的一个设定稿里头，然后去把它实体化的。当然，玩具本身呢跟设定稿上面还是有一点点的造型上的出入啊。那这款我定的比较早，那玩具拿到之后呢，可以说是有很喜欢的地方，但是呢，它也是有一些硬伤。那首先的话，大家可能关心的一个偷胶的部分，首先它这个手臂的内侧是有空洞的，后方这个造型也是有一些空洞。那这个地方的话呢，是变形的时候呢有安插东西的需要，但是呢，很明显的它的胶呢并不是非常的好，在一些拔叉的过程中呢，容易产生一个白痕，而且它本身是这种灰色的这个原型色。就感觉不是那么样的一个，不是那么 OK 的一个用胶。再来是它身上的关节松紧度呢，非常的不一致。有一些地方呢，像这边的膝盖呢还不错，另外一边的膝盖呢就显得非常的偏软。以及身上的一些造型上呢，由于呢，像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 Megazord 的手炮啊，其实它结合位点并不是在小臂。而是在上臂，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你手臂举起来的时候呢，它的炮呢还留在原地啊，必须呢自己去调整一下，跟着一起动。那这个在把玩上的时候呢，会有一点小小的一个不怎么爽。腰身是可以转动，这个的话弥补它很大的一个可动上的一个劣势。那另外的话就是拳头不能转，这也是它比较觉得不爽的地方。其他的话呢，我是觉得了啊，有一些卡扣呢不容易去卡稳，甚至说它根本没有设计卡扣。我先讲几个地方比较松的，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话呢，它扣的话呢，并不是说非常的紧实啊，按上去是可以，但是有时候把玩的时候呢，是比较容易去，有一侧会比较容易去蹦开的。再来就是呢，它的一个胸口可以说是非常的不怎么理想。它这个呢，我研究了一下，它这个胸跟这个部件的话呢，扣上去呢是没有卡扣的，没有任何的一个结合的位点，其实没有，真的只是靠上去而已啊，真的是靠上去而已。人形状态下呢也就算了啊，你再变成载具的时候呢还没得扣，我就觉得有点小无言。而且它的这个，我以为它的这个后脑袋后面这个地方如果多一个孔洞什么的话呢，就让它制造一下可以结合稳一点可能会比较好。那这些呢都是实际在把玩的时候呢，你就会，你看啊，我让头呢这个头侧边这个造型啊，就稍微推到一下这里，你看它自己胸口就裂开。这个呢，在把玩上是造成非常大的一个不舒适的感觉啊，实际上就是一个看上去呢非常可以的玩具，但是实际上呢，就小缺点、小毛病的话呢，却会在把玩的过程中呢，不停的去浮现出来。那这些的话呢，就给大家讲一下，我可以肯定，我可以非常肯定一件事情，这一款大家的一个小瑕疵、小毛病呢。一定是都不太一样，因为真的能够有缺点的地方，真的是小毛病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啊。可能我这一款是，集各种之缺点于一身的一个中奖品也说不一定啊。Anyway，可能你都没有问题，但是我这一款的话，实际上把玩呢，在一些像这个部分啊，这个地方也是没得卡紧，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这个结合卡扣啊，这个结合卡扣，我觉得也扣的不是非常的紧了啊。好了。就是一个，就一个非常标致的姑娘，但相处起来的话，就发现她的小瑕疵还是不少，但是长得漂亮，长得正啊，而且呢，变形的方式很多啊，你就会原谅她了。那这一款的话呢，号称呢，有非常多变形的一个乐趣度，那确实也是很好玩。我们就呢，来看一下这个细节好了。首先呢，它有一款帅到爆炸的一个头雕，这个 Megazord 的这个脸啊，这个是非常英俊的一个造型。非常非常之好看，而且它有一个换脸的机制。那换脸的话呢，我们待会变形的时候呢，再给各位做展示好了啊。那手臂的话呢，有齿轮关节，它的齿轮关节是这个地方，平举的时候有啊，前后的时候就没有。但是它这个前后呢还不错啊，还算挺紧实的，只有这个地方啊有。那二头肌也可以转动，这个地方变形的需要是一个双动关节。既然是双动关节，它就可以做一个向前这样捶胸，交给我的一个，交给我吧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呢。就副手还是什么来着，我是比较喜欢的。裙甲呢这个地方可以动，腰呢变形的时候呢是有需要转动的，所以也可以转外摆连收也是有的，脚踝也有一个接地啊。这个零件呢
完全呢就是使用了泰坦回归系列这个 GABA 总的一个小腿啊，啊，包括这个裙甲，整个就是当初看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不是 GABA 总改模的吗？啊，好，那可动度的话大概也就讲了差不多，站立性还不赖啊，这个脚底板算是挺大，而且玩具本身的一个重量呢其实并不重，那这个手炮啊，记得啊转的时候呢是请记得自行调整，跟这个手臂啊，跟这个小臂，请自动调整成一致。那我们的话呢，就来展示一下，这个是所谓的一个超级密卡灯，那还有一个所谓的是什么终极密卡灯，对不对？那终极密卡灯怎么个呈现它的一个终极法呢？就是这个胸口啊是翻出来啊，做一个翻折，那两侧的两边的造型呢是不一样的。再来的话就是一个手炮的一个位置的一个改变，手炮的话是将它给取下来，那这个手炮拿下来之后呢，它也是内藏乾坤的啊。首先的话呢，这个部分呢是可以打开的，将它打开，然后呢我们要把里面的这个三个这个小炮呢给拿出来。那拿出来的时候呢，是我的建议了啊，你要打开这个灰色的部件呢，一定是把这个灰色的部件呢往两侧呢给做一个简单的掰开啊，就是说用一点塑胶韧性把它给掰开。再来把这个炮取出来的时候呢，是有一点小难度的啊。如果你觉得抠不出来，你就用道具吧啊。那不然的话，有一些人的手指头比较厉害的人是可以抠得出来的啊。啊，我是不会说我比较厉害，反正我已经演给你看了。然后呢，这个回复原状啊，把它扣回去。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我看了一下，好像你可以把它呢变形成，你要把它变成是一个手上的武器啊，也是可以的，武器也是可以的。那或者呢，你要把它呢再扣回原来的这个位置，当成是盾牌或者是一个手臂上的一个武器也可以。那另外的这个三管这个炮啊，每次看到这种三管这种炮，我又想到什么？想到大和号，对不对？这个大和战舰的那个主炮啊，46 M 46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大炮来着啊。啊，你就把它给扣上去，然后做成是一个尖炮的一个形象。那么呢，还有一个地方要变形，就是它把这个，后面这个地方这个翅膀的话呢是要翻折出来，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是要把它给翻出来，这个地方，哎，翻出来。好的，就变成了它的一个所谓的终极 Megatron 的一个状态，帅不帅？啊，也是挺帅的啊。那我们的话呢，就在这个形态下的话呢，我们就给各位呢展示一下这个换脸。它这个换脸的话呢，就是来自于变形金刚第四集 Leader Class 的这个 Artemis Prime 的一样的一个变形方式。这个头翻出去之后呢，在这个地方呢做一个翻转啊，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翻转啊。那翻转的时候呢，请小心啊。有人说呢，它的一个白色的这个 Megatron 的这个脸呢，漆去蹭掉了啊，那就大家自己注意了。那换上去之后呢，这个脸呢再把它盖回原处。那这个脸呢一看的话呢，你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这一对獠牙是致敬到变形金刚第五集 Megatron 的那个面雕的那个头盔两侧的獠牙，这样子放上去整个就变成一个黑脸造型。这个感觉的话呢，比刚刚的样子呢更加的凶恶了很多，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终极密卡灯，那有一个换脸的一个装置啊，这个我个人是觉得非常加分，而且它真的是还刻意做了一个致敬第五集的一个脸啊，所以我很喜欢。那这个之外呢，好像还有再升级版，就是终极密卡灯 Omega， 对不对？还有一个 Omega 啊，圣斗士星矢也有 Omega， 对不对？它的这个 Omega 的话呢，是基本上这个炮的话呢，就是把它给拿下来，这个地方呢也是给拿下来。再来的话呢，就是把它的一个炮的话呢是稍微组合一下，它这个部分的话，我想一下。OK， 我想起来了，这个炮的话呢，要先把它给组合回去，一样，这个两侧打开，我们把这个炮呢给装回去，你要装这一侧也可以啦，那你要反过来这一侧也可以，这个是随便啊，这个我觉得问题都不大，这个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这样子，在这个情况下呢，把这里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扣上去，好，那么呢还没完啊。它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把这个肩甲转到后面去，然后呢再将这两侧转成这样子，把这个整个一个背后的翅膀呢做出一个类似于 X 的一个造型啊。那这个双手的话呢，就是看你想要怎么摆啦，这个呢就是所谓的Ultra Megatron Omega 啊，是吗？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念啊。 anyway， 帅不帅？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帅的啊。环视镜给各位看一下啊，背包
形状大概就这样。我也是从网络上呢去看的一些照片，那网络上的照片呢通常是拍一些比较好看的一个角度，那我们的话呢就全方位给各位做个展示啊。这样该空洞当然还是会有空洞啊，主要它就是一个 X 的这个形状就出现了。那啊对，还有这个地方啊，好像这个地方是要这个地方这一块，这一块是要翻这样啊，这个才是一个 OK 最终完成版的一个造型。好，那我们的话呢就给各位呢算是分享完它的一个三个人形态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的话呢就给大家做它的一个载具的一个演示。那由于呢这一块部件呢现在已经把它给翻出来，我们就先把它变成坦克吧啊。因为这一块部件呢在坦克状态下呢是保持这个形状就可以。那因为拆解这个部分呢是比较小麻烦，我们就把它呢朝坦克来做一个变形。首先的话呢将这个头部呢给缩进去啊，不管是哪个形态呢坦克的状态呢一定是这样缩进去的。手臂的话呢拳头缩进去。再来的话呢这里有一个凸凹的一个结合，将它给扣上去。将它给扣上。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一个这个翅膀的部分呢是要折回来，回复它的一个原来的样子，这样子回复上来啊。这个啊没得扣紧是有点小尴尬啊，小尴尬。这个往后面放这边。再来的话坦克的状态下呢是把这个脚部这个地方给打开，扣到下面去啊，这里扣开来，扣开来翻到下面去，以这个形象两腿收进去。那这里的话呢就是有一个比较刁钻的一个结合角度了啊。这个腿啊跟这个大腿跟小腿的这个中间是有一个双动关节。那这个双动关节利用这个双动关节去调节到什么呢，就把这一块，这里有一个凸啊，这里有一个像是一个像是一个五角形，然后去扣这里这个洞。我们就这样子拉过来把它给扣进去。那扣的时候呢一只手呢从下面往上顶啊，因为它这个你不往上顶的话呢它这个可能就是扣的不会会跑掉，有点松软，因为它下方面有支撑点啊，下方面有支撑点，手臂的一个后方面有支撑点，原则上就是把这个侧边这两侧啊把它给捏进去。那这个变形的一个难度是在哪呢，是它的这个两腿中间的这个距离啊，我总觉得好像抓的不是很准啊，两腿开开很简单啊，开到特殊角度那就不容易了。那偏偏的话呢这个要求视觉效果角度就是要刁钻啊，就不知道为什么呢，我每次这个腿的一个变形就是变得没有说很漂亮啊，是说胡夫汽车漏变变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最后就是把这个大炮呢给扣上去。OK, 完成了它的一个坦克的形象。没有的推车啊，它下方没有做任何的轮子啊，这个履带啊什么都是造型而已。然后这个腿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就是我说的这个扣上去啊。严重的没有办法扣稳啊，至少我手上这一款是真的是扣不稳，非常的不爽啊。这样子坦克的一个造型。那这个坦克状态下呢这个炮台是可以动啊，这个上下也可以动哦，因此它的一个以坦克来讲的话可动性呢还不算太差，侧边的这个空洞可能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缺点了啊。其他的话呢如果反正是一个外星坦克嘛，就也不要要求太多了啊，你要把它转过来放到这边啊，随便吧，就是转一转不小心掉下来了。好，那这个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坦克的一个形象。最后给各位看一下啊，好，这个三门的主炮看起来就很有威力的感觉。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把它变形成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飞机好了啊，飞机好了。这个地方回复它的一个原来的样子啊，先不要扣好啊，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给打开。一样的啊，这要翻折这块部件的话一样是利用这个这样两侧拨开，把这个塑胶的部件呢是做一个小小的一个错位，然后翻开，再把这个主炮的话是三门主炮的给收进去。如果有时候收不太进去的话呢就是稍微调节一下这个地方，因为它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双动关节，以及这个两侧一定要先收回去，这个时候呢这个才能往后退到底，这个炮才能够顺利压下去啊。刚这两侧呢我太早把它给打开了，这边放进去盖起来，回复它原来的一个这个大型手炮的一个位置。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变形成干脆先变成迫击炮好了，因为这个翅膀我就先不打开好了。迫击炮的变形方式呢非常简单，其实它就是有一点像那个泰坦回归的那个 Gavazon 它的一个大炮的一个形象，就这样结合两腿这里做一个结合啊，这个
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个结合卡扣，但是呢我真的觉得扣的不是很紧啊，不是很紧，加上这两个履带也是比有点小松啊。再来把这个手臂的话呢就往前放下来，再来这个地方松脱开来，然后呢垂直的把它整个给打下来，这个手臂的这个双动关节是把它往下拉，把它往下拉，这样子的话呢它能够挺得比较高一点啊，这个前面的炮呢感觉挺起来比较高啊，这个就相信大家都喜欢这个样子的。再来把这个原本的这个部件往后转，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部分给扣上去，以及上方这个卡扣将它给扣上。这个迫击炮形态的话呢是说明书上是没有这个说明，没有这个造型的。好，就这样稍微的去调整一下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大炮吧啊，也算是小加分的一个状态啊。Anyway， 这个玩过泰坦回归的这个 Gavazon 的话应该就不陌生啊。当然泰坦回归的那个 Gavazon 的炮迫击炮比这个好看啊，我自己是更喜欢那个造型。好，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就把它最后变成它的一个所谓的飞机的状态。飞机的状态呢一样啊，我们先把这个部手臂的话呢回复到它原来的一个位置上，将它给扣上。这里也是一样的啊，将它回复到原来的一个卡扣位置，把它给扣上去。这一款好不好玩呢？看我到目前为止呢还是一镜到底的状况了，你就知道它一定是非常好玩的了啊。这个我是玩的比较久一点，最后的话是把这个腰部呢是旋转180度，我们把这个最后的一个飞机的形态呢是履带的话呢是就跑到上面了啊，这样的。好，这个最终的一个飞机的形态呢就出现了啊。这个呢也是呢这一款玩具呢从盒子里头呢取出的时候呢它最开始的样子了啊，所以呢等一下我就可以顺利的顺便把它回合了啊。这个呢就是外星的一个飞机的状态，好不好看呢？我自己是你一定会说还蛮喜欢的，对，我就是蛮喜欢的嘛，对不对？其实呢这款玩具呢就是花样就挺多，那造型也漂亮，那这个有点08动画的一个飞机的感觉吧啊，然后就是一些小毛病嘛，就是像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很松啊，这个明明就有设计有明明设计了有这个凸啊，还有凹啊，但就是扣不紧啊，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就是反正就是各种松啊，还有一些有膝盖也松一点点，那其他的话就是 OK， 塑胶感觉有点小弱啊。就但是也不是说很差啦，但是就是因为它有一些拔叉的部分就容易造成一些小瑕疵。那么呢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世代精选系列的这个 Super Mega Dolo， 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啊，玩得非常的高兴。那么这一集的话呢欢迎各位呢就是哔哩哔哩的朋友就欢迎各位就尽量的点赞留言评论啊，评论超过100则的话呢我会赠送简单的几张小写真集给大家，那就得到热评的朋友呢也会得到一份，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